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观景点及后续宝箱，共四个宝箱，明朝一条龙 1.0 全收集，任务升侠骑长箱宝箱飞猎手潮汐自系升蝶蝴蝶。好的，那这一批是我们之前跑过的街图啊，什么云林谷、中渠台地、荆州城啊，就最下面的这一大片的观景点的一个和解。那我们先来到紫月龙上方这一个锚点，这里有一个任务啊，叫当月光照进森林。那这个任务会影响这里的一个观景点啊，必须把这个任务做完，这里才会出现那个观景点。那我们再来，我们先来到这个紫月龙上方这个锚点，来了以后往南方向陆虾帮这边直接往下跳，顺便这里有两个宝箱，后续把几个来的啊，我们先跳下来啊，先落地。好，落到最底下，把视角转到北方向陆上方，这边有个山洞，从这山洞进去。这边一直跑进去，跑进来之后，往左手边这个水路啊，左手边的水路走过来，这里有个总是不安的研究员，还是把这两只怪清掉。好，那清完怪对完话之后，我们再往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出去，从山洞出去。好，出来之后继续往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走，这边走过来的话会触发一个叫什么鬼来的，叫与古龙树古龙的月光下的这样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你们也可以做一下啊。这个任务它是那什么，就是旁边那个 NPC 贝斯啊，一路 一起做了吧。好，然后再来，进行检查。那我们从这里爬上去和羚羊对话，好，这样就完成了这个什么与古龙的月光下。接下来再往西南方向地图的来角这边过来，当月光照进森林来对话。好，和大家交谈。好，完了以后这边去寻找什么人造月亮啊，人造月亮。那我们先传送吧，传送，不然这里要爬也可以，传送也可以，其实也不太远，传送吧，反正都是任务指引啊，接传送。人造月亮啊，总共是四个，跳下去这个瀑布中啊，这个水池中间。好，第一个捡起来，直接打开地图，从基步道下方这一个锚点。好了，现在西方向地图左边，这里跳下去，在这边有个瀑布啊，瀑布里面，这里有个空间，进来，这里面是这个月亮。好，然后再打开地图，这里是中央巨龙右下角的锚点。好，来了之后西南方向地图转角，任务指引。跳下来，前方有个坑，从这个坑跳下去就是月亮了。好，最后一个文野滩的左上角，好，就在对面那个木桩上，巨大的树桩，这里拿了之后别着急回去，旁边有箱子。好，那拿了之后我们再把视角转到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那个坑，从这个坑跳进去，跳进来，从前方这条路走进去，
前方这里有一个 NPC 叫做初一，那我们左边这个任务是怎么回事啊？是那个什么去问和去答，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去问啊，这个是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给东西的啊，每天一次啊，你们自己来啊。现在我们往东方向地图边这边走，左边有个胶囊房，胶囊房里面有一个总是不安的研究员，就是刚才我们在那边那个山洞里面救的那个研究员啊，和他对话。好，对话完就拿到这个机种箱上之外的收获，拿到之后我们再打开地图回来紫月龙这一边这个锚点啊，从哪里都可以啊，从上方吧，从上面吧。都差不多啊，那我们再跟着任务指引过去。好，接下来我们就完成这个什么任务了啊。好，这里完成任务之后，我们先来到这个绝灵峡右边右上角啊这个锚点，我们从右下角开始把这个关键点找回去啊。好，来到绝灵峡右边这个锚点，好，来了之后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走，往前飞。好，这里是一个关键点。好，下来。好，这边第一个，然后打开地图，我们传送到原上就指左边这个中枢信标啊。好，过来之后，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过桥啊，过桥就在桥对面。中枢信标。好，那现在我们再往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往前飞，在前面有棵枯树，枯树的前方还有一个平台水中央，枯树的前方那个平台。好，这里好，接着再打开地图。那我们现在关键点拿到之后啊，这边已经变成百分百了，月鸟泽已经百分百了啊。好，那现在我们打开地图，我们来到这个胡思崖右下角的中枢信标。好，来了之后把视角转到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就是一个。好，这里完了以后，我们再把视角转到我们的北方向啊，北方向地图上方，我们这边往前走。走到前方这个，看小地图，分岔路。小地图的这个分岔路在我们的右手边，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是一个关顶点，这是做任务之后传送一下它就解锁了，它就出现了啊。好，那这一个拿到之后，我们往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爬上去，上面是有一个后续宝箱。好，在正前方那边有很多的炸弹啊，很多的炸弹，这边飞过去。这里我们跑过来有一个 NPC， 还有很多炸弹啊，我们靠近他不会，他让就是不要让我们别再靠近了。这里我们掏出一个枪手角色啊，直接给他把炸药打了。
好的，那现在我们再来和他对个话。好，那现在打开我们的 D2， 他要我们去拿什么炸药包，来做一下。好，再跟着任务指引过去。好，这边是这个炸药包，炸药包。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东，就是右边这波怪的东北方向 D2 上角这些东西啊，阅读一下。黄色的光标。好，收集炸药包。啊，我们把怪，我把怪清下。好，那这个拿完，然后在我们的南方向 D2 下方，这边是最后一个炸药包，捡起来。好，完了以后我们再回去和刚才，诶，他现在在这个肩上啊，他现在在这个肩上，我们直接传送，然后再往西南方向 D2 组来掉啊，这个任务也是任务指引啊，我没有预跑。哎呦，小溪爵士，你是全程任务指引的，所以我们没有预跑啊。过来和大家对个话。好，收集食材这些东西啊，这个什么景色被香酥萤火退。好，完了以后在旁边收集他剩下的炸药包。好，这里我们再跟着任务指引回去。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废物区往上爬。好的，然后我们再去炸碎这个什么岩壁啊，从我们的南方向就下方前面跳下去。好，这里和他们谈一下啊。好，接着掏出枪手角色啊，打一下炸药。好，这样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个这个什么辉光起堂像，然后把怪清一下。好，清完了怪来对个话。好，任务完成，捡起这一个辉光起堂像。这次一定能开出好条。好，拿到这一个起堂像之后，打开我们的地图，我们现在来到紫月龙上方这一个锚点。好，来了以后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往前走。好，然后从这里低头，这边有一个黄色的光标，这个黄色的光标跳下来，点击挖掘能挖到一个基准墙伤啊，这个是之前我们去拿的那三张照片中的其中一个啊，这里捡起来有机会派上用场。好，然后我们再打开地图。哦，那现在我们我们往哪来啊，我们往这个洛定林左边这一个锚点来。好，那来了以后，在我们的这个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前方那个断桥最前方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走，然后左拐上断桥。好，在断桥的最前方就是关键点。凶一郎，好的，那这里是第一个关键点，第二个关键点在我们的这个左上角，来到这一个毁废都这一个锚点。
好，那这一边来了以后，西北方向地路转向这边走。这个观点点的话，在我们跑图的过程当中，我好像提醒你们说可以顺手给他拿了，不知道你们拿没拿啊。这边我们跑过来绕开这个房子，好，绕开房子之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地路左边前方这一个房子的房顶，这一个房子的房顶，从它的这个柱子啊，这里往上爬，好，爬上来西方向地路左边，继续这边楼梯走下来，好，这个观点点就在我现在站立的这个位置，看一眼我屏幕啊，观察一下我的四周，好，就在我站立的这个位置。好，接下来我们打开地图，从集散中心啊来到集散中心这一个锚点，好，来了以后，这里我们要爬上去啊，西北方向地速转角，这里先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跑过来到这个车这里，再往西北方向地图左弯角，这边爬，这里往上爬，等一下体力，继续爬到顶，好，爬到这里，爬到这里恢复一下体力啊，再继续往上爬，在上方从这里爬西北方向地图左弯角这边那个岩石，这里这里爬上来，爬上来在这边那个尖上啊，开启观景点，好，完了以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对面那个尖上啊，又是一个观景点，我们从东方向地图右边这边走，这边来到这条路上啊，沿着这条路左拐往前走，这里沿着路上去，好，这边走到尽头是这个石头人啊，从石头人这里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里走到肩上，一直往前方跑到肩上，好，这个观点点，接下来再打开地图，我们现在来到我们上方这一个锚点，好，过来之后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我们往前走啊，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走啊，好，爬上前方那个烟室，继续爬，爬上来这里一个黄色的光标，来点击挖掘，又是一个基准箱上，这个箱子啊也是那三，就是三张照片，三张照片的最后一个，好，现在我们再打开我们的地图，我们来到这个玉龙台右下角这一个锚点，好，来了以后视角转一下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这条路，这边这条路前进，走过来往左拐，这边是出生点，出生点的一个关键点，好的，然后现在再打开地图，我们来到夜明破右边这一个锚点，好，来了以后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这个木质平台上，好，这一次再打开地图，来到桃源乡右下角这一个锚点，好，那来了以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往前走，这里直接往对面飞，这个房子
房子旁边，悬崖尖上。好，这一处观景点。好，那现在我们再打开地图观察一下。我们现在啊，现在这个月鸟泽百分百啊，无光之声百分百，龟港龟墟港是百分百，无名湾百分百，虎口山脉百分百，虎口山脉还有后续啊，荆州城还有后续，中曲台地，中曲台地这上面这一小片还没拿啊，拿了就百分百了，荆州城还有后续。好，那现在我们还缺这上面这一荒石高地，还有这边的这个叫什么鬼忘了啊。好吧，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拜拜。